要先澄清一下，我们要去生小孩了哈。好，我们在访问到的是张志豪。张志豪刚刚开幕的时候，你喊最大声，四队啦啦队一起出来的时候，你喊的是哪一队？Lami Girls。你明明就是兄弟像，这样子像样女孩怎么办？因为我现在是在三垒这里 ，Lami Girls 这边，所以如果我在那边，我会喊像样 girl， 对。哦，在哪一队就要喊哪一队就对了。哎，这边也有西芹女孩啊。Lami Girl 比较显眼一点啊。对，好了，那今天在红队最想要打到哪一队的投手？我最想要对决是应该是大元关大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中继拿太多胜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拿那么多胜。对。好，待会对决的时候跟他呛下一下。因为我刚讲了，好像不会对决，因为他在第八局之后，所以我第五局可能就先这个今年先饶了他了，我们下一年再对决。好，我们现在将现场交还给主播。